你感谢我什么？记得刚刚说还没吗？我会帮你带回家的，好不好？最坏的打算就是帮他结扎完，到原地流浪嘛。肚子饿了吗？我跟你吃好不好？你会等我吗？我要后退了，就差那么一点。你要玩我的幼捕龙好吗？我不动你，你先吃。不要动啊，不怕，机器里面哪里有掉了？幼捕龙又这样子使用的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机器。那我们来摸摸，不要紧张哦，一切都是想让你有家。哇，翘屁股，翘屁股啊，翘屁股啊！我爱你老婆，小心啊，注意安全啊！来的时候遇到一个重大车祸啦，我一度以为已经来不及了，能赶第二月台哈，上车吃个药，今天要撑过。你们比较少搭哈，我来教你们。好像我们这种商务人士啊，你看，为什么我们坐这里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走错道，我逼左边啊，我走右边，能赶是这一个吧？现在小花瓜也从秀田家出发了，我这两天把中途升级一下。我现在一紧张就会想吐。等一下，下一班超十一分哦，那我下去哪里？我带布，那布你拿回去。因为这个是要给他的呢，他蛮紧张的。不然你还让我一大包的大费周章。这个都是他吃过的。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，我先沉稳沉稳。小花瓜，你不要一直叫，你叫的话我会很惨。行了，好了，呼吸困难，呼吸困难，我先找个纸。啊，你不要害我了。猫砂、洗衣袋，这大全配。怎么为什么里面没有红茶、啊？麦香味可以啊。小花瓜，便便哦，那怎么办？好臭、哦！那等他们都进去之后，我再去排厕所哈、哦。有换小间的，肮脏脏的。啊，可能是被你骗了。先不要动啊，你的手不要动啊，塞，好恶心哦，好臭好臭，来，不要不要碰到你的嘴巴，我手都里的便便的啦，小花瓜，等一下。不，我刚刚把它全部都清干净了。不知道我这个啦，刚这个拉下来就没事了，害我又得我柯南哦。不好意思进去了，他都不叫，我头好晕哦。这时候他也不会讲吃的，我还有一个小时的。花花，花花，小花花的妹妹哦哈。好孩子，没事没事啊，你要撒娇哦。你要记得哥哥吗？还记得哥哥吗？哥哥，话亭是可以进去的吗？他那里密闭恐惧症了啦，而且还有充电座，哦，好先进哦。花花，最后一次摸摸你的啊。他们在外面流浪也很可怜。对啊。好，拜拜。到新家了，我们 go！ 恭喜你成为苗栗瓜。